长漂亮哎，又好大，因为它里面长满了葵瓜籽。哇，这是葵瓜籽，是原来是向日葵里面的东西。你是说你有来过吗？确定有来过。所以现在可以放进嘴巴里。我想要吃一个。先吃我。哎，你很聪明啊。有点甜甜的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